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灾难频传，地球告急，究竟要如何才能让地球停止受损伤呢？长期以来，慈济推动环保，让资源回收物再利用，更透过科技将回收物品再制成为多功能的产品。慈济的环保教育不只有年长者，还有一大群年轻人，他们共同推广环保再利用的观念。现在就敬请一同来收看今天的节目。这是台湾科普环岛列车，已经举办第五年了哦，由科技部主办，它结合全省科学周计划的老师，而且还结合了铁路系统，散播到各个地方，让各县市的尤其偏远的孩子们都有机会上这个火车上面来做实验活动。那我们林金义老师啊，他就是这个科学火站的负责人。于是啊，老师就主动找上我们了。于是有了这个学术与慈济的结合，科学与环保的共善，成就了这一场科普飨宴。我们把这些资料、科学知识融入环保跟人文内涵之后，将来用在我们的亲子班课程、社区长照关照，都会丰富我们的课程，让我们变得有趣好玩又色心，寓教于乐。埔子国小参加今年嘉义县发现科技新乐园校园科技教育推广计划，黄家慧老师在科学168里头看到我们科技一条龙，就想说跟我们商界把这个拿到学校去展示，跟大爱感恩科技一连串的讨论，最后决定融入他们123周年校庆系列活动，那就以环保爱地球，化腐朽为神奇做主题。闯关的部分，这一关叫做还地球幸福的笑脸净滩，简单讲就是 Q 笨手。结果有好几位孩子闯完之后经过回来家又继续 Q， 这个是把回收的东西设计成环保童玩，小孩子来体验完因说那家好胜，而且都不用开钱，所有的孩子都乐在其中。这是一场小孩子很欢喜，大人很有感，然后大家都法喜满满，这个善效应一定能够持续发挥它的影响力，续缘传环保，大家同努力，感恩。真安心，真安慰，这是我出门来感觉到的菩萨在人间啊，让我可以安心阻止我们的职业，可以让我千秋万世直直传下去。因为呢，看到的菩萨都有把家庭的子女孙子都带出来，最好的团家那就是积善之家，会当子孙啊代代相传，都是有善有爱的家庭。台湾无以为报，以善以爱为报啦。台湾呢是善加爱。这个善心爱念啊，在哪位呢？主祭，主祭人这样凝聚起来，点点滴滴，这样汇集起来了。咱看起来水一点一点啊，其实呢，你这样点这样滴啦，这坐点坐地，就一根
一条河，一条溪，入大海去，所以点滴入大海，功德无量啊！我的环保站伫遐一个小小的环保站吼，是三角形啊，吼，会当做生意的，我就甲伊用来做环保站。吼、哦，因讲做人做生意，我讲唔免，我家己要做环保站，做十八年啦，吼、哦，这个站十八年，我出来是二十几年啊，吼、哦，即卖三十六岁遐啦，遇到上瘾，吼、哦，我都足欢喜，安尼让我身体健康，直直改做落，吼、哦，做甲即啊安尼家己。要回去就回去，吼、哦！咱这吼孙仔孙仔，吼、哦，也是同款安尼做，吼、哦，安尼家己刷落去。一年做环保，三年吃袂倒，吼、哦，连连甲做落去，吼、哦，是安尼，吼、哦。亲爱的上人，我最爱的上人，这无当比的。我每日都是想你，啊，我做环保，永暗时要困，如果你的相片我拢放在身躯边。我大家都想想上人好，爱为身体好。啊，我做环保吼，啊啦做真久啊啦，贡献啦，做三十外冬啊啦。啊，我即卖吼，主要是迄、那个，我拢无咧做啥物，干啦食饱个做环保尔。啊，其他上人咧身体好，我嘛是好。啊，咧我就是迄、那个吼，阿弥陀佛。因为我唔捌字，啊，所以我袂晓，我啥物拢袂晓，干啥会晓做环保呢？安尼，感恩，感恩，感恩，搁再感恩，好，感恩。菩萨的心是妈妈的心，慈悲和温暖细心。辛辛苦苦行命命，祝你长存啊！感谢你的温情千万声，千万声。多谢恁在咧唱这条歌，感恩啊！是啊，感恩。师父爱感恩有遮多人，就是因为有遮多人啦。恁的名叫做慈济人，因为呢，遮尼遮多的慈济人呐、啊，汇合起来，再有今仔日组织，听人讲组织五十五年前啦。师父呼吁五个人，虽然的竹筒岁月，遐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安尼呢，叮叮当当滴滴落去啦，响亮的声音，整一回，我来刀人，咱联络处，你看安尼一进门啦，就是一支很有造型的吼。对啊，哦，我是在做不织布的。我伫咧两千年的时，因为工厂的关系，啊，我手全受伤。我即马干阿村六支枕头，哦，啊，这段时间生活过着嘛，非常的不方便。家人安尼甲我鼓励。啊，过来，我嘛有拄到咱的组织人。我想怎，我入来这个团体了后，我会来做这个环保，而且伫个环保站内底做一挂相关吼、哦、有关建设、有关铁工的部分。因为我有五十年的机械的经验，啊，我将咱组织师加我的职业、加事业拢加合作伙，所以讲咱组织师。每一项代志要研发，还是讲要改造，还是要创啥？我拢家当作讲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每一年就是爱创新，每一年就是爱研发。迄当阵的竹筒回娘家，
上人行完半世纪，祖统岁月，我拄入来时，我就开始讲好。既然我都入来这个道场，啊，我有这个技术，我就要来伫这个区域内底甲发挥。啊，你2010年的时，我怎啊改电动的？同款是用这个翁啊，迄、那个翁啊下骹，我就甲放一个莫大。啊，当然啦，有倒嘞，包括一块两块，你甲倒落去，伊就转互你看。每2年，我就是拢有改变啦，改变咱所有的物件。伫2012年的时，啊，咱想讲，啊，咱的四大职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咱就用一个滑轮，啊，下骹就甲用一个划船，咱要互伊滑轮长转，用一个动滑轮去甲伊减轻三。原来都是拄只呢，啊，咱的菩萨啦。安尼真用心哦，用伊的智慧所讲，吼、哦，他这对工业啦、等等，原来他也是国家级的哦，吼、哦。那这种的创造啦工程，嘛有吼、哦，伊爱去设计迄个电动，家己厝都伫哩撸出来，吼、哦。那这呢，拢是经过设计，不管是厝。会伸缩啦，连迄个竹啊，也可以造型啦。啊，有莲花，莲花呢也可以转。所以咱真侪呢，拢是点点滴滴汇合。看到大家人，迄两只手是舒服点啊，伫了娱乐啦。我娱乐因讲啥物，知无？上水的两只手，真呢，足价值嘞，双手万能。咱从做家事啦，做事业啦，做工啦，生囝、抱囝、养囝，安尼呢，拢爱需要这两只手。咱即马误会咯，同款这两只手无相嘿，有时阵啊，那较接近舒服，我手甲牵来。啊，望看卖咧，你这两只手足价值啦！这是安尼做噶吼，两只手拢变形啦。还搁咧做，现在做环保，所以师傅都讲：双手万能，上有路用的手，上水的手，足价值的手，这就是人生。咱的生命中啦，上价值就是有做到，师父家己嘛安尼讲啊，啊，我这世人吼嘛无后悔啊啦，虽然拄着行过来啦，已经55年哦，55年呀、啊，是真辛苦。真坎坷的路啦！我定人讲吼，师父吼，可能啦，过去生吼，生生世世拢甲人结真济好缘，所以到处逐个人啦，都讲师父
我爱你哦。啊，我拢会定啊，甲因回答讲吼，啊，恁都爱爱师父所爱哦。所以吼，这种爱，互相爱呀、啊，那人甲人的中间相爱，互相爱好呢，这个社会都会真祥和，这个社会呢，都会当真平安呐、啊。所以讲起来，这会咱也阁真有路用。啊，咱敢那会当讲咱这会。唔通讲咱老啊，咱爱无人老，因为呢，咱爱嫁五十，咱呢才是开始。所以菩萨唔通人老，咱敢那知影咱智慧啊。所以讲智慧无人老，只要咱会叮当，只要咱健康会当做，咱就做做啦，就是替咱后世人啦。做一个健康富有，唔只是长寿啦，也搁得有财富啊，有财富爱会晓付出，真呢就是福禄寿，好，咱不只是一世人，咱后世人要带着福禄寿来世人，搁较长嘞，搁较健康一个。更加有力能够救人，所以我每天每天啦都说感恩哦，感恩哦，感恩啦，一天生命真紧过哦，咱的生命就是要把握在分秒间，我这世人就是把握时间，才有法度讲吼，在地球的面顶啦，安尼呢半个以上的地球，实际人呐、啊，大家人拢讲吼，我发心生生世世要对师父行，这都是有造福。我过去生呐、啊，应该是真侪生、真侪生的过去，每一生世啦，都已经大家人结过了真侪的好缘，所以。师父去到倒位，安尼一起哦，大家人都紧哇来哦。身体好，对上人，生生世世做环保，大家你讲好唔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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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恭请上人开始。好，好，好，哈哈，咱大家人。共同做环保啦，大家人来推动素食。你看，这些菜，每一项菜都有每一项无同款的菜根芳啊，搁有水果呢，吼。安尼，咱有满足啊，无满足？是啊，所以咱爱定定打头。低头，向你感恩。是啦，咱过去吼，那无定着，咱有真济无明啦、错啦，所以咱来忏悔。现在咱知啦，咱爱搁感恩，感恩呢，真济社会真济人工商业啦，安尼呢来供应咱真济丰富。更爱感恩大地，你看，花啊菜、高瓜菜，真多啦，讲不完，还有菜头哈，红白拢有哈。那你看，这拢是无同款的气味，都是真香、
真甜吼，咱爱真满足啊！你看水果嘛，种甲遐尼好啊，师父真感恩，希望呢有遮侪人，互师父无孤单，我无孤单吼。因为安怎我哪会无孤单？因为有我。对啦，因为有恁啦。所以师父无孤单吼，所以啊，我真感恩，希望咱爱生生世世吼，发心立愿，为佛教，为众生，慈悲救济人间，安尼可以吗？可以。祝福大家人平安、健康、快乐，修福搁修慧，福慧双修啊！感恩上人。哼哼，祝花莲啊，到分家拿为咱来祝福，真正是非常的感恩。我们再一次用力的向上人再次挥挥手，感恩上人，真的非常的感恩，感恩上人，也祝福上人，上人法体安康，弟子也才会真的放心，感恩。好，那你所爱。上人感恩环保菩萨们万能的双手，是世间上最美的一双手。慈济的老菩萨们，他们有着不认老的精神，除了身体力行之外，更将智慧传承下去。他们的巧思和坚定的意志力让人赞叹不已。在末法时代，上人呼吁人人要戒慎虔诚，除了要茹素护身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减少垃圾量，我们要用行动来改变，才能让地球永存下去。感谢您的收看《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